手状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，在满垒的压力之下，勇壮一个 dead ball 造成了这场比赛因此而结束。胜利上队中场是以6-5打败了新农牛队，这个结果实在是让人出人意表。就有刚刚提到，你如果让勇壮上在上面投的话，他的好处是他有三振能力，他球速快，但问题是他不稳定。对，我刚刚提到是四外就保送，另外可能性就是这种出身就保送一样，就是当你控球不稳的时候，这种出身球保送的机会是有的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出现，而且蔡文安今天是挨了两下哦，对，被飞勇也打了一下，当然这一下是比较值得的，让这个出身球保送结束了这场比赛，也让兄弟象队赢得这场比赛胜利了。双方等于在前两站呢，开幕的前两站打成了1胜1败，平分秋色的局面。对，好，这场比赛是由兄弟象队获胜。稍后我们来看谁是今晚的 MVP。